拜。好，哎。收机喽。好。去啊，覆盖个头哦。哪里的？这是什么来的？这个也是烧的哦，那个排骨的，好像一个这个，要排骨。然后，哦，没有了。好啊，就这样呢。烧麦，烧麦还没好，好等一下。好，虾饺。这里没有虾饺了。哦，哎。猪肉了。啊，下面是30这个，30多钱。好，那要那个鸡了。多鸡肉。好，还有一个糯米鸡啊，这个，这是什么来着？豆腐。啊，要一个豆腐。豆腐一个。啊。这糯米鸡。啊，对，糯米鸡。好，谢谢。好了。试一下呢个先，佢呢个系蒸排骨嚟喎，佢话唔知喎，但系好似猪肉咁咯，试下呢、這个我第一次见嘅喎，好似好食嘅喎，好腍喎，好似啲梅头肉片咁样咯，好嫩喎啲肉，嗯，同埋佢个酱咧酸酸甜甜，有少少辣喎，哇呢个好正喎呢个。嗯，睇下呢个，哇好热啊呢个，啊，好似啲虾肉咁样，我觉得好食喎，嗯，好似啲虾，唔知啊，我觉得食落去好鲜，但又好似系肉咁样咯。上面嗰啲系啲豆泡啊，系啊，好食喎呢个，嗯，试下佢个虾饺，嗯，我谂虾饺好似冇虾嘅，嗯。蝦餃是沒有蝦的，個皮都很粉咯，唔乜。呢個是水晶餃。嗯。水晶餃係嘛？水晶餃。試下呢個燒賣先。滿滿的鮮肉啊！滿滿的鮮肉。整體嚟講咧，佢啲點心都唔錯，因為個價錢真係性價比超高，正好滿足喎個大包，佢有蛋啦，嗯，好唔好食啊呢個大包？好食，好食啊！嗯，佢今晚都唔錯。同埋唔會鹹咯，呢個重點真係唔會鹹。嗯，啲豆腐滑，唔錯咯。總括嚟講咧，性價比嚟講呢度咧嘅呢度嘅食物質素真係唔錯，今日超抵食啊！推薦大家嚟，一定要嚟。呢間係老字號古早味，正。咁我哋嘅視頻就去到呢度啦。喜歡我們視頻的朋友記得訂閱、 comment、 給 like 和 share， 好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